看一下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叔，现在是凌晨的4点钟。开业以来，我们收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建议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。有时候评论区真的不太敢看，因为越看越乱。针对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，我们做了如下调整。首先，加装了一台5匹大空调，热天收粉，舒适度得到一定的提升。第二，请了专业的大姐在前厅服务，目前的卫生状况我很满意，不会再出现一地纸巾的现象了。第三，汤头调试更醇厚，放了五指毛桃、海带、大骨等熬了汤，配上秘制卤水，汤头更熏香醇厚，真正喝了不口渴，欢迎大家测试。第四，肉类腌制将更入味，强调对食材改刀更标准，做到统一成熟，保证脆嫩口感。腌肉一律不放添加剂，注重控制火候，保证食材口感。有时候忙，大家都提醒自己偏向的口感，也换了米粉厂家，粉易断的情况得到解决。第五，对辣椒油的香度还要提升，争取达到还没收粉就闻到扑鼻而来的油香味，强烈刺激食欲，产生记忆点。开业经历第一个周末，大家异常悠闲，特别是周六上午11点多，两锅汤快卖完，人人排长队。对那天被拒单，特别是远道而来的粉丝朋友，我们深感歉意。这绝对不是耍大牌、饥饿营销，是我们准备不充分，非常的抱歉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这里有一条，食量大的朋友怕吃不饱，尽管提前跟煮粉的大姐说一声，我们的粉是免费续的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点，就是粉多汤少就会影响整碗粉的味道。你们知道吗？开店以来接待一位最年长的粉丝朋友，还收听听看你的视频，电视都不看，看了眼睛都不眨。你们猜猜他的年纪，想不到还有这个年龄层的粉丝关注我。当然也看到不少评论区说自己的小孩也喜欢看我的视频，所以我们要加倍努力做好品控回馈大家。所以我们打算再做一次活动回馈大家，本月12号到18号说粉送饮料，13种饮料应选其一，鸡蛋油条也应选其一，再次感谢大家。Thank you， 下面跟着我的镜头去店里瞄一瞄吧。Let's go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，这一摊是那个宵夜摊，还没收摊呢。到店里了。这小碗的分量啊，369克。兄弟们，辛苦了。这个聊来这里吃早餐了，师傅。看一下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师傅包邮。这个是猪黄豪双省，口感特别脆啊。这个爽啊，黄豪。来帮我举一杯，锤的就黄豪必须啊，唱透，就要你分点凉的了不？正常的，正常的，举啊举啊，得了，差不多了。嗯，要切粉吧？啊，小碗的不？小碗。好的。这个脆。豆角。辣椒油，看一下双边长桃，哎呦，舒服，哎呀，牛肉，这个是黄豪，这个爽，特别脆的，相当厚实，这个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切个双省，你切切一个，切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今天生意还不错啊。